很高兴同洪森主席先生我们再次见面。主席先生是富有远见、卓识的资深政治家，长期以来呢，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了中柬友好，为中柬关系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。实践充分证明，中柬铁杆友谊成色十足，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。中柬两国都致力于做世界的和平力量、发展力量，也是进步力量。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打造高质量、高水平、高标准的新时代的中柬命运共同体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。